走，现在我在四川成都这边，刚刚听我们小区楼下那个阿姨说，说离我们小区附近那里有一个养鸡场，现在正在大量低价出售他养的那个鸡，好像听说现在又有什么禽流感鸡瘟了，他想快点把这个鸡处理掉。听说他养的那个鸡不是那种关起来喂养的那种山洪鸡，全部都是那种残养的那种黑鸡脚的那种走地鸡，如果那种都很便宜的话就真的很划算了。我们去看一下有多少人在那里买吧。现在我来到卖鸡这里了，大家看一下，好多人在这里买呀，很多人都是听说这里有低价出售的鸡然后跑过来买的。这一边全部都是那个公鸡，那个黑鸡脚的那种红冠子公鸡，大小也比较均匀，都是在五六斤一个的样子。这边的话就全部是母鸡了，全是那种黑金毛的那种母鸡。这边的母鸡的话，大小的话在三四斤的样子，很多人都选择买母鸡。这个大妈挑了有三只这种小一点的母鸡，这个老板给她抓好了，现在正在给她用绳子拴好。这边这个阿姨一下子买了有八只鸡，两只公鸡，六只母鸡，现在称好了，准备把它带回家去了。这么多人买，我们去看一下这个鸡到底有多便宜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鸡确实便宜啊，跑山鸡才9块钱一斤。大家都说这个鸡便宜，所以多买几只。如果这个鸡在市场里面买的话，最少16块钱一斤呐。刚刚大家也看到了，它那个鸡还不错，全都是那种黑鸡脚的走地鸡，有公鸡和母鸡，全部都是卖9块钱一斤，也有很多人在那里买，有的一次性买几只啊。朋友们，你们所在的地方有没有像这样子大量低价出售这种饲养鸡啊？欢迎评论留言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